家好，我是梁嫂。妈，昨天过生日，今天还要喊这些叔叔他们过来吃饭。现在我把它过倒水先，把它煮了。哟，这冷酷的，哪个冷多了的？那个电抖，那个热抖啊。对呀，你看。哎呀，开了。舀出来，然后过一道水就行了。这个冷水下锅煮了先。放上沙姜还有姜，倒上自家酿的米酒。稍微放一点入点底味先，今晚就热点剩菜就行了。让它解冻一下，就把剩菜吃完就行了。煮酸菜，来炒大肠。煮的也差不多，加料就可以了，已经很软了，可以穿了，这个比皮的可以了，软了，软的 OK 了 ，OK。够不够？差不多 ，OK 了，来打出来了，出来。今晚两桌就，可能是两桌吧，就炒一只鸡就行了。可以了，炒出来了，香芋扣肉，广西扣肉。鸡肉了，鸡肉炒香一点，小白切就是这个时间忙过来了。香，鸡再炸一炸。
慢走。够了够吧，又要爷爷抱弟弟，弟弟在哪里啊？哦，又要炒个酸菜，这吃饭了，酸菜炒大肠。大方袋，切一下，来，老老直接切，帮大家。老袋，直接切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家里姑娘好哦。你买啊？从哪根大大鱼大块？直接切，拿这把切。哦，大家吧。嗯，好的，哎，用力，哎呦，顶咔咔。顶哎呦，那高啊，顶咔咔，哎嘿，好漂亮。干了，那。